徒弟选总教练料理大赛，阿乔是没人要，而厂商被选中去新加坡。谢一凯跟那个什么姚换一下，对啊，我觉得这样，当然就是比较会做菜的教练。你不学到我，你们现在第一次我比较不会做菜，对，我现在可是阿乔师哎，阿乔师真的跟你没煮啊。虾酱、空心菜、蒜苗、五花肉，你在忙什么？邱建凯，我想要把那个虾酱味道不要那么重。你还知道说虾酱跟那个红彤彤的油可以不和在一起哦？彩霞有跟我们讲，这个非常重要的。徒弟就这么优秀的阿呦，他这锅子里面的这一坨豆瓣酱，一开始干嘛用的？现在预热，预热，预热。大明星指定菜，程程化成食神来抢救，而阿乔师却惊慌的鬼吼鬼叫。指定菜是什么？指定金瓜米粉，直接串。教练帮我做。接下去，接下去。教练快！还有那个葱花呢？葱白切下来，葱白切下来。哎呦哎呦，还不错不错。可以，关火关火，捞起来，快一点！我刚刚不是这样说的，因为没有那么早放水。教练帮我做，打完做，做什么？调味啊！边讲啊！调味，快！说的非常好，不要加太多。欢迎各位准时收看《型男大主厨》徒弟选总教练料理大赛。俗话说得好，众强之下必有勇夫。今天我们可能要真的加把劲了。是吗？你往左边看一下。好，那个家怎么这么澎湃？徒弟除了两个锅跟一个烘焙偷吃布之外，教练还是一个电锅嘞。然后还有送一本书吗？来，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好戏要升登台了。今天呢，特别派了呢这个三王一后的组合，是的，来宣传这部呢即将在5月25号上档的一出好戏。是，听说呢那个戏呢没有名字，没有名字。好，好，欢迎施文斌、刘以豪、修杰楷、林可东，欢迎。哎呦，这个牌子它不是 no name。是 no name， 但是在 no name 的甜点店。这次你们在里面扮演的角色，你在里面演的是里长还是？没有，我这一次是客串。客串。因为制作人是我的好朋友。哦。去客串一集，我是演一个悲情的中年司机问讲。你是演问讲？对，上妻上女这样。哦，所以是一个疗愈系的甜点店。是。这戏什么时候开始演啊？5月25号开始，然后每周六晚上的9点到10点半在公司吃甜点，就给人家有幸福的感觉。可是看你们做菜，应该也会是一个赏心悦目的画面。他应该会有了，我你邱俊凯会做一点吗？对啊，然后林可东也是会做一点嘛。他们问我说会做什么，我说荷包蛋。你们俩一组吧。对，你要不要邱俊凯跟那个什么以豪换一下？对啊，我觉得这样会不会实力比较相当？哎，我觉得是哎，要不然就是比较会做菜的教练你在我们这一组。你像，我觉得我不见得就会选到我。你们现在第一次，我比较不会做菜，对。不是，我是。我现在可是阿乔师哎。我是看年纪吃的东西比较多了。不一定啊。你看他吃东西。他很会吃，但他有时候做，你知道。知道吗？猜拳啊！猜拳啊！那就不换了，所以就这样子了。不换，就这样分哦。不换，对不对？上来。好。可东，赢人决定。剪刀石头布，节奏布，节奏布。输。以后选的教练是晨晨哥，真的变成民主啊！我是确定一下是不是这样分组，因为我整个斗志起来了。觉得难过的是你。8分钟要做2道菜，好，不要嬉皮笑脸。好，你看人家多期待在做饭，对不对？你们也是一样，好高兴，给他们，我要给他们迎头痛击。来，八分钟做哪2道？务必猜，师傅。虾酱、空心菜、蒜苗、五花肉，都是快炒菜，现学现做。准备，各就各位。所以大家就负责记那个切的地方，好，然后你负责调味的东西要放什么？这个呢，我们用点热油爆香以后，爆香是红葱头，现在要切细，这也要切细 ，OK。好，这个呢，红葱头的油，把它一个小碗。用小碗把装在里面，用油泡，
虾酱空心菜呢，调味就是鱼露一点，蚝油一些，高汤，然后对，大家先调好，然后虾米呢先泡热水，用虾米水，然后一起混进来这样。先用大豆瓣，先汤匙先下去，炒香了之后，蒜头切末下去，辣椒切丝。这个记得哦，这个切片吗？对对对，要切，这样切薄一点，然后先去煸到它的油出来，然后恰起来。对，然后蒜苗也是要分白跟绿。一二三，叫！教练讲得头头是道，徒弟可是听得不飒飒。让我们回到现场准备开战了。现在马上请吴炳师傅来说明这两道菜应该注意什么。来，好来，虾酱炒空心菜，其实你就把它当做炒青菜。那这些空心菜不要把它炒塌了。那既然有放了虾酱进来，它的腥味，它我们的一些配料部分可以做去腥的动作。所以这边的部分该香的，你要把它味道做出来。好，那蒜苗炒五花肉这一道菜，其实我们在属于热炒菜，很需要这些的锅气，还有这些的酱香味。你如何在短时间内把它做出来，这个非常重要。好，这阶段是不动口不动手，完全不能说，只能画喇叭。好了，我们两姐妹，两兄妹，好，我们去哦。耶，八分钟准备，计时开始。加油！以后要，我觉得临危不乱的能力你是有的啊。好，我对你的期许很深的，你别忘了。这两道菜对你的那个徒弟有点难，我觉得。这位大哥是打算要做蒜苗雕吗？你也切太慢了吧。他敢拿刀起来切就不错了，你不要闹。假的。好了，加油哈，尽量快哈，注意安全哈。隔壁 ，Go。Go。怎么动作那么快啦？先把这个。真的做的棒哎，你们。哎，你们小两口动作很快哎。他们都切好了。我先拿一个小碗。而且我刚刚在就是训练特训的时候，一说他们俩都懂哎，他们还觉得我说太少。是，这会不会太大块了？厉害！哎，这可以，这样可以吗？可以。好，林可彤的拿手菜是什么？啊？不知道哎，现在好忙，不敢问问题啊。哎，你可以把桌面收一收，就是不会占空间。我今天超紧张的，不知道为什么哎，好紧张哦！你干嘛紧张？我不知道哎，算是这四个里面来最多次的。对啊，而且你也是最会煮的。时间剩下六分钟，哇，剩六分钟啊！我要弄一点点那个，然后你在忙什么，邱继凯？我想要把那个虾酱味道不要那么重。不要那么重，对，然后用一点这个。你要试尝一下有多咸吗？你说直接不要？你还知道说虾酱跟那个红葱头的油可以和在一起哦？刚刚彩霞有跟我们讲，这个非常重要。我徒弟就这么优秀啦，哎呦！你知道把它讲的拉细起来。对。哦，优秀干的啦。然后肉先下去。蒜苗是不用油吗？好了，加油哦。加一点点好，加一点点好。不用，因为要把它那个把它，它的油没有火了。可以，加一点就好。哦，对。我觉得我今天喇叭应该用不到，很好。把不了喇叭。它不是喇叭吗？它是把不。喇叭是那个。好，到隔壁关心一下两位。哎，我的妈呀！这锅里面的这一坨豆瓣酱硬开是干嘛用的？好大坨，好可怕！预热。见鬼啦！程程、施文斌无法沟通，巧巧、修杰楷之毫无代沟。还有多久时间？好紧张啊！哎，你懂了。真的不懂，他还说怎样？我第一次觉得总教练当得好开心哦。吴炳成挑战七分钟两道菜，而小乔却借机调侃二厨程程：“都师傅六分钟哎，你要看什么菜啊？你要看是什么二厨。”刚所说的肉的肉香味一定要把它带出来。其实我旁边那边有准备一个油料，干嘛呢？炸肉吗？对，肉的部分你还做一个小动作，酱油。让肉片香气十足的秘技，广告后吴炳成大公开。这锅子里面的这一坨豆瓣酱硬开是干嘛用的？好大坨，好可怕！预热。见鬼啦！好，应该可以过去了。那个太空梭啊，飞到香味了。
飞了不错，哎，你们空心菜还没吃，那可以，到过去，大蒜红葱头都还没吃，炒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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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哦。大份红葱头还没有切，时间剩下四分钟。我看，不是，自己都按错，教练都慌了。按错，快快快！哎，这是什么？这是你，我这说话老爸也不见得懂啊。好，你他不懂。我也觉得他不懂。他那个劲啊！吃在这里也有。哎，这锅还在热哦，没有人理他哎。就。好吧，会，请用把不。还有，你记过。怎样？没有。你真的不懂，他还说怎样？我不骗你，你很明显疤痕样子。对。他叫的怎样？太好笑！哎呦，我们不能下来做，不行。其实我觉得动口不动手，他也不见得懂。我第一次觉得总教练当得好开心哦。乖，快一点。动作快，我们去对面看一下。好，走。来，上。那给我油，就是要放那个香香。太棒了！可以，不要扫太久。好，微波火弄关了。对，可以。可以，蒜苗腊肉先炒那个腊肉放前面。老腊肉，赶你什么事？怪的。等一下，我换这边。还有多久时间？好紧张。哎，你懂了。然后再甜面酱好不好？甜面酱一点点。有甜面酱。有没有混搭？时间剩下两分钟，剩两分钟，教练蒜苗还没有切完哦。炒一下，你可以过来炒啊，过来绕过来炒，我差点下腰嘞，横过去炒。这个是干嘛？放了，我刚放了，好了，没有放啊，我有放，没有放，不能讲话，停用放，然后再来，时间剩下一分钟，还有什么没放？再加一点点水，还有酒哎，还有酒，对，等一下再放，还有肉，先把那个味道炒出来，还有一分钟，火要出来，炒出来，对。好，对。来，隔壁对不起，走。试一下，好，这好好吃哦。好，加糖。还有30秒。你都放了那么少，对不对？哦，加酱味道好重，已经全放了。你看这边，他全放了。这里给你。时间到。今天是我带领着萧晨晨一起来为您备备素示范一下这两道香料空心菜还有蒜苗五花肉，来，我好累哦，我们要8分钟做两道，7分钟了，因为这个今天那个郭主席师傅他是6分钟示范了两道菜，郭师傅6分钟哎，你要看什么菜啊？你要看是什么二厨，就过了，好，7分钟就7分钟，一句话好不好？7分钟，来准备。计时开始，好来，红葱头的部分，直接打爆固火候就好。你会先爆那个红葱油，对不对？对，这锅。切这么快？要先拍。火要不要大？啊，现在先下锅。火要不要大？锅度就拌，小锅就拌。要很多油。红葱头是给谁的？红葱头油我们可以来炒肉，那红葱头的部分呢？红葱酥我们就来用空心菜。青菜。所以你把皮去掉了，把皮去掉，这样不会割牙啊。因为我们现在目前你看哦，它这个部分呢，肉部分还没有到全熟，有点红哦，所以把皮表部分把它拿掉。肉的部分你还做一个小动作，酱油，做个小动作，
时间剩下6分钟。对，陈国锅的，来，拍的肉等一下就会有味道。帅，蒜苗的部分拍打，等下拌炒就味道非常容易出来。好难，所以那个五花肉既然有蒜苗，就不需要加大蒜，对不对？哎，不需要。5分钟了，看起来好吃哦。时间剩下5分钟，那个可以起锅。五花肉也起锅。哦，它等一下那个肉弄掉，拌炒就会有味道。而且它现在已经有味道了。是，虾米不需要泡加热水还是什么？哎。你就直接拌炒，那是香油。时间的关系，辣椒，香油就可以，辣椒、大蒜、虾米。哇！我现在都不知道哪边是要煮哪一道菜。这边的话是五花肉，有蒜苗的是五花肉。对，有味道回去。这是什么？热蛋白。蒜瓣酱，对，香油虾。对对对。好，这部分谢谢大家归。这是酒，那边是酒。对对。酒。时间剩下4分钟。高汤是要给谁的？高汤部分等一下是给虾的空心菜，没有咖喱虾酱，所以虾酱可以融在这么少啊？对，不需要太多。虾酱很咸呢。鱼露，这边不加水，这边不加水，加鸡肉。好，来，哎，这边有米酒，米酒被用完了。米酒来，来，没有，米酒用完了。好，肉进来煨，一点点这样而已。汤嘛汤，啊，哇！五花肉的调味就是辣豆瓣跟糖，对，还有什么？你们辣豆瓣酱，辣豆瓣酱跟糖，加好了，再加酒，加酒，梗的部分加，梗的部分先下，对，梗先下，还有香，哦，还有香，蚝油，要先煮锅子的，要直接把它拌一拌，拌，还是要这样拌一拌，因为它可以。所以炒菜是需要一点水分的。对。哇，五花肉好了，好漂亮哦，这个好漂亮哦，很多水分。时间剩下1分钟，哇，来得及耶你。煮好了。你现在赶快盛开，你就6分钟完成了。你要让他手啊。你要手可以吃。看到味道够吗？因为它这样子加两小条。对。好啦。在蒜苗五花肉完成，我用的时间只有6分半。我觉得虾酱只需要一小汤匙，嗯，因为那味道实在太重了。大明星指定菜，修杰楷、李可彤没开火就想煮米粉，让巧巧拒绝抢救。而师傅们刨丝超豪迈，师傅们却好担心。指定菜：金瓜米粉，直接串。直接用完好不好？往旁边弄弄完了。关火关火，捞起来捞起来捞起来。这么快？对对对对对，捞起来。对对对对，救救救救救！好救的，现在只有你们可以救你们自己了。对对对。煮好了。你现在赶快盛开，你就6分钟完成了。你要让我死啊！你要手可以切吗？我们只在比赛时间。一开始摆盘2分钟就好了。啊，清汤更加咸，你虾酱味道够吗？嗯，不够大，对，不然应该进来，现在还没进来，有有有进来进来进来，虾酱只加两小瓢，对，我们看起来很好吃，好啦，哇，这音乐让人好紧张，不到7分钟吧，好好吃哦，虾酱空心菜蒜苗五花肉完成。香油啊，就等于是所用的时间只有6分半。哇塞，真有可能哦，好厉害哦，很快对不对？来，一起上桌。先吃一下这个虾酱，好，空心菜，好多。嗯嗯，油葱酥的味道很香。嗯，好香哦，还蛮辣的。我觉得虾酱只需要一小汤匙哎。嗯。因为那味道实在太重了。那就 Lady First， 我先吃你们的。好。好，好咸呐！对不起，香香太咸了。这其实你们只加一点点。对啊。可是我觉得，你确定？嗯，是有一点咸。他们真的只加一点。那我告诉你，你们一定要吃我们这一盘。
绝对比你咸，你们不要吃太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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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放，我刚刚全放了。啊，有哎有，快，太咸了，蒜苗五花肉，快点，快，快，嗯，有回到地球上来的感觉，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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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很好，很好吃哎，我觉得很好吃。选举牌，一、二、三举牌。耶！有没有不服气的地方？没有，没有。阿基师先来。这边会胜出的原因是，第一个它有炒大味，第二个没那么死咸。这边可惜了，真的味道重了一点，不爱点就好啊。吴炳全师傅，其实两边都做得蛮不错的。那这边真的可惜的就是，整个的锅气都有到位，但因为咸度也拉高，其实你这边就少了水分。你的水分补进来之后，我们就真的很难评。逆转让他输。好，哦，那就很好笑了啊。好了，今天的指定菜是什么？请看。金瓜米粉，这很难。炒米粉好像很难哎。这个应该蛮难的。请就位，准备。金瓜米粉嘛，米粉刚有就是这个煮，然后记得要焖，焖对焖，然后这个一定要刨丝。好，这个像刚才那个红葱油，切细碎，拍切细碎之后，红葱油把它炼出来，然后呢这个葱切细，切葱花越细越好。这样子好，很好。下面稍微要剁一下，一起炒香。对对对，在里面一起炒香。那这个葱头，这个就最后让它炒，然后记得这里面一定是要有一个水汤水的部分，最后米粉才会进来，去吸一下。OK， 这台大米粉放热放过热水里面焖完以后起来，整个捞起来让它干。我跟你讲，两个资优生好棒哦！欢迎你们一到五都来上我们节目，欢迎。心脏病会发，好可怕。两边实力如此悬殊，战况究竟会是如何嘞？让我们赶快回到现场呗！不要让人家知道。有这么丢脸吗？什么什么什么？我不喜欢你这样子哦，大家是互相鼓励求成长，干嘛这样？对不对？很骄傲，我的教练做得很骄傲。胶带把踢掉吧。金瓜米粉一般家里面会做这个东西比较少，也米粉不会这样做，金瓜米粉。我们让阿基师说的稍微清楚一些些。好，好 ，OK， 阿基师来。好，那么清楚一点，无外乎就是把金瓜的一个元素炒到米粉里头来。是。它的呈现的颜色是黄色的。OK。请千万不要米粉是白的，金瓜是归金瓜的颜色，各跑各的，那个确实是不到位的啊。好。那么这个菜无外乎就是强调米粉的 Q 度了。OK。所以务必要抓到一个弹牙的 Q 度。加油喽，各位。来，两位兄弟，总共可以做几分钟啊？九位，就漂亮，一次可以哦，加油！那我们总共可以做几分钟？好，一共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准备，十分钟，计时开始。先倒油，先倒油，这边先倒油，要边哦，对哦，跟刚刚那个一样。这个尽量忍住啊，主持人尽量忍住哦。我忍不住就拿这个了。这把不给你们用还好。阿基师傅错了。这米粉泡热水，教练叫你们一分钟，对不对？对。他们刚刚听得很仔细。好，可以，关我，捞起来。助理们，快点，对对对对，捞起来。这我来。德智不要太重，因为只差一票而已啊。德智不要太重啊。我刚刚讲的你们要记得，好不好？好了，等一下，加油！紧张哦，可痛可以的。好。好痛苦。还有七分钟。我现在擦可以吗？来，不用，直接擦。是哦，好慢，你今天做音乐的，是这样吗？不是，好慢，你这样子，我怕你用到手哎。我建议还是用碗啦，建议用碗好不好？旁边弄用碗嘛，放在底下。对，好，我们来去看一下对面啦，加油！加油！他说可以加虾米水。对，加米水，喝大一点。哇，我敢。
不是这样说的，因为没有那么早大损。巧笑抢救太惊慌，该做什么全忘光，那产生化身食神抢救有条不紊。教练帮我做，直接下去了，直接下去了。还有那个葱花呢，葱白切下来，葱白切下来。哇！你们把冬水煮汤啊？对啊，让它慢慢收汁，有湿热的味道。求救了！求救了！求救了！好，做什么？调味，调味吗？边讲啊！调味，调味。喂，说的非常。不要加太多，不要加太多。有加过哎。慌乱的巧巧师徒究竟会如何嘞？更多爆笑的内容，千万别。调大一点。我刚刚不是这样说的，因为没有那么早拉水，没有那么早拉。啊，对对对对，先把它捞起来，先把它捞起来，先把它捞起来，捞起来。还可以再捞起来啊？对对对对对，刚刚你们教练教你们怎么做的，忘记了。仙草。对，找到求救的事情就求救啊，各位。没关系，不要求救，要不要求救？机会还有机会，还有机会。不要求救，要求救。没什么好救的，现在只有你们可以救你们自己了。对对对对。对呀。帮你来的，我也没办法了。然后可以的，可以的。没事没事。你要什么？把东西教练解围啊！拿走拿走。对呀。要不要求救啊？拿水，这个可拿走。对对对对。这里没有虾米水。没有。这等下还会用到吧？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铁杆不错啊。不用了，不用了。他有懂，对，他有记得。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青出于蓝胜于蓝。只是一时忘记了。还好有了。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再炒一会，然后再把这个放进去就好了。好。快，快，把这个味道炒出来。要多点油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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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觉得不够再加没关系。你这里炒过鱼吗？我没有，我不太真的。嗯。再加五分钟。可以，可以。还有五分钟，现场加油。炒出来，加一点水。我亏了，没笑屁啊！我们笑。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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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加加加！求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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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救！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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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教练帮我做。一分钟预备，计时开始。我准备的。哇，球球你好棒哦！想要快啊快！一定要炒出红色嘛，对吧？那红萝卜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你红萝卜没有加，一点点而已啦，我就加一点。啊，再加多一点，全部都南瓜，有又有红萝卜。我来，没关系，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可以。等下炒香之后，好，你冷静，炒香之后。放什么？这个汤汁你们等下喝看，因为它刚盐放有点多，所以呢，如果这个水不够咸的话，加一点。做什么？还没有调味，调味啊！放边讲啊！调味，调味，快！说的非常。不要加太多，不要加太多。有加过哎，有加过。啊！这样干嘛？我真的要煮了。等下，不要，然后加点，然后米粉放过来。好，撑，一点点就好。那个道具，自己尝一下味道。隔壁主持人，你有什么说的吗？我刚好痛了。放的味道，没有，冲下来，三。
鸡排是够的，那慢慢注意再上就好了，好吧？试一味道，自己试味道，最后让米粉让它煮熟再试。做好了。争取逆转胜的金瓜蜜粉，时间到，完成。现在请大家接受我们示范一下我们的金瓜蜜粉。金瓜炒米粉，看来这次我们大获全胜了。神明也有仿冒的，你从哪里上来的？从鼻子来的。哇，这是什么？盐就跟你刚刚做的一样。我刚刚加没有那么多啊。我的天，这个加盐加油这个动作是很重要，很重要。加好多。你们刚才那个泡米粉的时间泡多久？一分钟，不到一分钟，不到一分钟，对，差不多。焖一下，我没有干了，一样很冲口。两边都有先炼红葱油，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但红葱油这边的话就要小心了。焖住，焖饭。两边这个跟焖饭动作是一样，你做的嘛，跟焖饭道理是一样。慢慢煮，比较一般，比较没什么经验的，总会把它颜色弄得比较 golden brown 一点，有没有？恰恰，人家那个都没有掌握好，那就是香味跟苦味的差别。那个煮米粉的水后来也很有帮助，对不对？拿来炒这个，拿来炒，当成它里头的汤底啊。因为这个米粉当中有一些水溶性的东西，就好像你炒意大利面一样，你舀里头的一点点面汤，我们放一点米粉汤的话，它整个米粉整体呈现的口感还会更加好吃的。看这个颜色哦，有没有？有没有？漂亮吧？所以那时候因为用过头了，就干脆不要下去。对对，你的香味有到，有，所以那个没有进来是 OK 的。因为你一进来的话，反而是反效果，就这样子，就我们的差不多啊。你们那边大概多少钱？没有进来。你们那边整个炒面的最接近的就是爆油葱的时候。乱讲，不会，我们知道抢救完它也是很好吃，对，非常好吃。啊，直接切片。就是跟米粉的质感走啊，米粉质感。这个胡萝卜熟成的口感呢，跟南瓜没有一样，所以胡萝卜一定要稍微再切细一点，要不然它会硬硬的割牙。那南瓜熟成以后是松的，就好像蒸熟的地瓜一样，所以两个食材有截然不同的一个天性。那做一个金瓜米粉，像这样子两坨的米粉，大概多少金瓜的量呢？半颗？如果那边的总体，我们现在啊，在焖泡以后的一个总重量，如果是300克的话，这边大概1/5左右就够了。哦，1/5左右，60左右就够了，因为其实打而已啊。对对，其实你量体过大了也不是好事。嗯，煮副材料在搭配之间呢，你的比重呢有时候会失衡的话，对主材料没有加分的。没有人告诉我们比例，是不是？我觉得我们差不多啊，考验的一个天赋异禀呢，是不需要人家讲的。我把这些油是刚刚炸红葱的油再回倒进来，然后让它一些油溶性的东西比较容易溶解。南瓜跟胡萝卜都一样，你看有没有这样子，油它就翻红了。再把这个胡萝卜丝进来，一定要用油去做萃取的动作。我们很多的一些民间的婆婆妈妈都会拿去烫滚水，有没有？其实一烫的话，它的甜度也跑掉了，我们要的东西都没在里头。它真的有圆的。哦，南瓜好香哦！你看那浓郁度，浓哎。对，然后那个南瓜都这样子，在裹在那个米粉的旁边。让五星级金瓜米粉如此美味的秘诀是什么？广告之后让阿基师告诉。
了，是不需要人家讲的。那个夏雨乔，啊，你跟阿金是比较熟，他什么意思啊？我才正在问，不是你说这是称赞吗？让你们那个加很多油，油要。我把这些油是刚刚炸红葱的油再回倒进来，回倒进来哈，然后让它一些油溶性的东西比较容易溶解。油溶性？那脂溶性维生素啊？南瓜跟胡萝卜都有。没有没有，这样子油它就翻红了。有点。油翻红了以后呢，再把这个胡萝卜丝进来。炒过才香。哦，对，胡萝卜大概是南瓜的一半。对。那么让它颜色，让它颜色更好看而已。那尤其胡萝卜啦、南瓜这些一定要记住哈，一定要用油去做萃取的动作。我们很多的一些民间的婆婆妈妈都会拿去烫滚水，有没有？红蛹醉羞洒姐，其实一烫的话，它的甜度也跑掉了，我们要的东西都没在，都没在里头。对，那这个是刚刚我们烫米粉的这个米粉水，你让它小煮一下啊，让它小煮一下。那这个罐头鱼肉。为什么要加这个？所以肉丝不用先炒。啊，不要不要，肉丝不必下太炒。我没加，那只是问一下。我曾经问过这个问题。对啊，我以为肉丝要怎么？我曾经问过说，阿金师这个要不要先抓腌一下？说事实上，肉不是重点啊，肉不是重点。肉我们现在呢，弄一点点刚刚的米粉汤哦，里头已经有淀粉了，让它吸收一下子，它肉就松了嘛。所以你等一下把重点在米粉熟成起锅之前，你再把它倒进来就可以了。把这个肉丝啊，锅散在米粉当中就 OK 了。简单啊。对啊，而且跟我们的顺序都不一样哎。对啊，我们给他想了很多理由的。对啊，说要酱才会香，酱才会好。想太多了。什么都没有做，其实就只是。那米粉要焖多久比较好呢？啊？米粉焖多久比较好？通常啊，我们下锅的时候呢，大概差不多煮个一分钟。那你看了，现在一上来油，这个米粉已经很 Q 了。对。啊，已经很 Q 了。那焖的时候大概有焖到三分钟的时间了。来了，这个不必 PK 了，给你试吃。哪么 Q 啊？好牛啊！爆，爆 Q 啦！哇，马上吸干，而且马上吸干，哇，爽到漂亮哦！水会很嫩，好像也有黄油，最后再放肉。哇，嗯，完全不同。然后肉也会很嫩。我们肉都先下才行。焖熟。还有焖的。哎，这做法跟我们就不太一样了，对不对？好吃哦！它这样就熟了，对，慢一下就熟了。那这样肉就会好嫩哦。对对对。那还要加盐吗？嗯，还要加盐？不要不要，很咸了，够味道了。因为胡萝卜跟南瓜的甜度呢，本身就有渗透压的效果，对于盐巴它是排斥的。所以尤其我们刚刚的米粉汤里面有盐在里边了。哦，已经有盐了。对，所以现在整个的原味呢，米粉的咸度跟这些佐料呢，它质感都是表里一致，它不会各跑各的。啊，对哈，而且尾鱼肉也有咸。对，尾鱼肉也有咸，虾米也有咸。嗯，好嘞。所以就好嘞。快哦！哦，这个真比较干。这个米粉完成。水好少。谢谢。马上上桌比较，来。这米汤就是这个让我很好奇的米粉。哦，它真的有盐呢。它的香味好香，嗯，南瓜好香哦，你看那浓郁度，浓哎，对，然后那个南瓜都这样子，在裹在那个米粉的旁边，快让你们领先，先吃你们的，好紧张哦，嗯，味道很好。只是果实。如果没有吃到阿基斯的，不会觉得你们的难吃。对，我们的没有难吃啊。
慢慢上料，真的很好吃，对，就是很湿润，那时候多的，品尝这边的来，嗯，嗯，嗯，很好吃，很好吃，就是南瓜胡萝卜比喻太多了，是，嗯，我们吃，我们几乎整个沙拉就是一倍两倍多了，对，可是南瓜味就很甜，结果如何？只要这一份就赢了。 没了，一票就好。金冠米粉获胜的是，一、二、三，举牌。哇！一面倒哎！哇！教练太厉害啦！逆转胜！我的妈！逆转胜！好了，你们真的比较好，真的蛮好吃的。至少给我一票。 这是总结。我看您，北海道最后这个好像有一点慌了，是不是？嗯。其实水多不是问题。煮久一点。对，因为我刚刚有稍微给你摸了一下粉丝了，有一点硬，所以我很笃定说你这个硬度水多一点焖一下是确定没问题。嗯。那之所以没有汤，是刚刚因为在等待的时间把水给吸掉。嗯。就烂掉。可是吸掉了没有办法对米粉产生一个物理效果。 它水是在里头的，对，就好像我们炸东西油不够滚吃油了，嗯，这个地方可惜了。那今天陈哥这边会伸出，是因为刚刚他们下锅的时候，我发觉可取的地方，其实水锅底的水分也是蛮多的，但是最起码您还懂得一直去拌它，把整个水吸掉以后再取出来，这个是比较胜过人一招的地方了，嗯。 三比二，教练教的好啊！教练，三比二，恭喜完成。哦，中间这位电锅拿到了，我回去，不会赢了呀？怎么回事？没关系，没关系，怎么回事？啊！来，先颁教练的。 来，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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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
好，好不好？那你们俩负责介绍这个戏呗。好，耶，对对。5月25号晚上9点开始，公视频道。对，没有名字的甜点店。每周六。是，嗯，对，每周六。没有名字的甜点店，事实上带给很多人反而有更多更多的值得玩味的地方。嗯，因为里面非常多的小单元，其实有找很多就是前辈来客串，所以说其实它还蛮有趣的，不像一般的偶像剧。它其实是中间有很多小故事，然后又很幸福的感觉。因为现在我们的社会最缺的就是那个温度，嗯，对啊，我们很需要一个有温度的戏，再给人更多更多正面的力量，对不对？是。由于这次呢又集结这么多人，你看光只是在客串的施文斌，大家都为了这个戏站台，你就知道相当的不容易。啊，可见这个戏它可以应该拍得蛮有感觉的。现实生活中没有办法可怜到，所以来可怜感受一下。是啊。是，因为我们实在也太快乐太幸福了。是啊，我想再怎么快乐也比不上逆转的快乐。你最快乐，你跟巧巧最快乐。你们每一次每天都可以吃到阿基斯跟几位大师傅做的菜。对啊，我今天要来，你知道我太太多高兴啊！哇，你好棒哦，你可以吃到阿基斯做的菜。知道了，对不对？知道了，真的。他米粉的功力跟我们就是不一样，真的太厉害。希望可以拿着锅，这是你的第几个锅子啊？这，哎，我长那么大第一个。回去从这里开始，而且是从阿基斯手上传给我的，是不是？对，是一种传承的感觉。决定明天开始，我们全家每天都吃金瓜米粉。那我想这一题就是由你跟菜市场的金瓜全部传。金瓜米粉是简单又好做，好吃又营养啊！也希望跟你们这个甜点店一样，好不好？永远生意兴隆。谢谢，好不好？谢谢，谢谢四位，谢谢，谢谢，谢谢。所有期待温暖的朋友，年年都幸福。拜拜，谢谢。
分钟两道菜，郭师傅报菜名，引发众人无限联想。菜名第一道就是酒香盐青鱼，还有一个呢，剁花酥肉。你看你听得懂吗？你只听酥肉，红叶侠酥肉，要不然就是豆花跟谁比赛？他输了，豆花酥肉。高汤队，高汤进来，红油进来，红油大概3汤匙。它看起来好像是一道味道很重的菜，可是吃进嘴巴出乎意料很清爽。五星级料理秀，阿基师吴秉成将教你如何做出超弹牙海参料理。你要带来的这道菜名叫什么？椒盐卤汁干杯饭。那我们今天有用到5种的一个椒盐蛋白，这边松板柱的部分，对吧？不可以炒成这样。对，还有一些姜末，然后加那个干香菇，所以整个香味都要把它炒到整个就是逼油逼到香。那等一下我们的牛筋加牛汤的部分，哇，有这些料进来之后，它直接吸收。菜名叫什么？上汤一品乌参。上汤是什么？鸡高汤。哎，鸡高汤也用高汤。的味道直接调味调上来，但是里头会有一点肉啊，跟虾了给糊到里头来。这是乌参香肉吗？对，拿锅子。牛奶，牛奶，哇，好久没拿锅牛奶。还好了，2杯了。